好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学员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造的大智度论，根据后观院长的讲义第三册，第32卷，那么第933页，也就是在讲无为法，对不对？的第四说，第四说，那刚才解释过如。如，接下来叫做什么？法性，法性，因为是不是在解释如法性跟什么实际？好，所以呢，法性与无明何故怎样变异呀？本来实性呢，或者实相，因为透过实性才能够有实相的现前，对不对？它有什么特质啊？清净的特质。而我们无明有什么杂染的特质，所以一旦清净跟杂染混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就难免怎样会变异呀？就像我们被无明所蒙蔽嘛，所以我们就验证不到什么诸法实相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因为被我们自己的无明烦恼来的，而且我们是无始劫以来，是不是都带着无明？行，而这个形成了所谓的业力嘛。那我们的业力会存在哪里啊？第七八两识。所以呢，是去投胎之后，是不是就名色而六入到根长全了，跟净是和合相处而认识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又继续的怎样有受，然后爱取有。乃至感召未来的生老死，是不是这就是生死轮回的一个什么法则？当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呢，是跳脱不出去的。所以佛陀教我们种种的智慧，智慧是透过放下执着而来哦，不是去学得什么智慧，反而是学如何放下我们原来的杂染。原来的执着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才能够达于什么无为法？才能够达于无为法。那我们在凡夫的阶段，甚至到了第二道升起劫，它是清净跟杂染混在一起的，起码已经证得什么清净。所以它还有父母生身。我们只要有父母生身，本身就是杂染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第七世的杂染，才会去投胎转世。那所以一直要到什么？这个第二道生起劫满了，证得无生法忍，才能够分身无数意呀。因为没有第七世的杂染，他就可以不再投胎转世，他可以随处祈求随处现，千处祈求千处现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呢，就因为我们是跟无明合的缘故，所以我们对实性实相是不是都还没验证到？那难免有我们自己变异出来的揣摩跟想象啊。那则是什么？不清净的。所以如果要除却无明的话，就能够得其什么真性，是不是要去除杂染？那才能够获得什么诸法实性的现前。这个实性本身有清净的特质，有清净的特质。而我们凡夫是不是有杂染的特质啊？所以才会验证不到嘛。那第一次的验证到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去降服，去用定力扶住什么第七世的杂染，才终于。验证到那么一点点，像一道曙光一样。但是我们起码有能力去拨云见日，有拨云的能力是靠什么？靠智慧。但是要用定力去怎样扶住，让它暂时不起作用，清净才会现前。所以刚开始的那个量很少，而且不稳定，量少而不稳定好。那第三个呢，叫实际，所谓的实际，就是因为它入什么法性中已经入了法性，
当中，所以能够知法性是怎样无量无边的，已经证得一切智，透过一切智呢，它可以通行无碍，乃至到成佛就叫做一切智智，有没有的完成，是因为它这个尽虚空界的圆满哦。所以呢，知道法性的无量无边呢，是最为什么微妙的哦，甚至没有任何的现象，没有任何的法是能够胜于法性的。我们所有的所理解的法，往往难免会局限在法相上头，而我们能够脱离法相而进入法性，那是最为微妙的，因为那个是属于圣义地上的。我们都一直在世俗地里头嘛，世俗当中啊，它是能够解脱超越世俗，所以它是最微妙的，胜于一切哦。啊，是它这个是哈、啊，乃至没有任何的法是可以比进入法性更殊胜啊，表示进入法性是殊胜的，叫做什么圣义地，有没有？它是不是就叫圣义地啊？啊，那出法性者呢，心则满足啊，更不予求啊。啊，能够透过法性，还要能够出哦，示入而啊，示出而怎样？示入。菩萨道是、啊、好，菩萨道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？能够示出、示入而无碍。哦、啊，在刚开始我们想要超出世间法，那等于是解脱，有解脱的智慧。但是佛啊，这个。佛法的可贵，不仅有释出的智慧，是不是还要有释入的慈悲心呢、啊？菩萨道，悲智双运才可能福慧具足嘛。好、哦，那首先是不是就是要能够哈、哦、这个出法性或者叫入法性都可以了？哦，因为法性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相，哦，那也等于说它也可以去超越，哦，因为透过性空才能够。啊，能够尽虚空界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实际，啊，能够证得实际呢，心则满足，因为验证到诸法实相，那是非常的法喜。我们现在光是听到一些真理法则，是不是都已经有法喜啦？这个都还没验证到，一旦验证哈、啊，那种满足的感觉，真的不是任何世间现象能够比拟的，因为那是出世的，出世间的，啊、哦，乃至我们还愿意入世间，那是慈悲心，哦，好，这个是实际哈、哦。那这里也做了一个譬喻哈、哦，说譬如行道啊，就好像我们要走路，哦，我们要从甲地到乙地去，是不是就要行道啊？不管是走路还是坐车还是怎么样哈、哦，都是日日发音啊，而不止息啊。就像我们是凡夫，但是我们认定了方向，啊、哦，朝着成佛的方向去，是不是也要日日发音而不止息啊？不仅日日，还要世世啊，是不是还要世世，哦，能够怎样发音而不止息？哦，所以这个发音是什么？启程啊。出发，啊、哦，在注脚的九十一有没有？好、哦，那一直到什么所至之处啊，无复去心，啊、哦，希望能够不断的向上，向上，向上，谁都不希望往下堕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但是在第一道欧生期节，我们常常上上下下，啊、哦，是因为我们一旦着相，就容易掉下去。不着相就有机会向上，就能够、啊、日日发言而不止息。但是我们第一道欧生期节是最困难的，上上下下的、啊、但是只要到了圣者以上，因为已经验证了真理的现象的时候，它其实不会再向下，它就可以一直向上，所以它会有这个位的不退，圣者不会再堕为凡夫、啊、到了无生法忍，它是行的不退啊。哦，是因为已经没有色身的束缚，那个我只能够怎样彻底的放下。第三道欧生期节只剩下具身法执了，
哦，所以他可以分身无数意啊，可以随缘哈，随处祈求，随处现。但是这些的不退呢，是从信仰的不退开始。所以光是不退，是不是也有他的那个阶段性的不同哦？好，所以呢，这里说一直到哈，从开始一直到完成的过程当中，当然我们都希望一直向上，不要往下堕。那这个当然就要自己去下功夫，尤其是第一大奥生起劫了哈。好，那过程当中呢，比方到了第二大奥生起劫呢，行者可以助于实际哦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实际已经怎样出现了，他是不是就有机会能够安住在这当中啊？而我们现在还没有验证到，那我们只能是仰望啊，知道方向，然后不断的去努力，哦，所以这里的说行者住于实际，是不是也是这样啊？哦，他能安住在那里，甚至他要把这个实际的量，是不是要去扩大？哦，那就如同罗汉跟辟支佛，他是不是属于声闻圣啊？哦，他能够解脱生死，哎，他也是因为住于实际的关系。哦，那纵然他，哦，再度的透过恒沙诸佛来为其说法，却不能让他更有增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执着于自我的解脱。阿罗汉是不是叫自了汉？纵然佛陀为他说法，他可能也不怎么动心了，啊，因为他急于解脱生死，哦。因为佛陀为什么要为他说法，而且是恒沙诸佛，也是多少的佛，哦，想要为他说法，说什么法呢？菩萨法，希望他回小向大。但是因为执着的成分很深的话，是不是就很不容易动心？哦，一个很自私的人说要他去从事一些公益活动，他是不是就比较了无兴趣啊？哦，就比较没有兴趣，所以他就亦不能更有增进了，哦，所以呢，再加上因为他不必再复生三界，因为他也脱离了三界的束缚啊，从欲界就可以直接脱离三界，不是一定要从欲界到色界到无色界，然后才脱离三界，不是啊，哦，当然这个过程当中，哦，因为关键是慧啊。关键是慧，哦，当然加上修定，哦，加上修定，哦，让，比方说这个，阿罗汉，哦，这个往往他呢，他是安住在色界里面的五不还天里头了，当然也会依附了，哦，依附在那个地方，哦，但是呢，因为他怎样？他不需要再受到三界生死的轮回，他都已经解脱他个人的苦啊，所以他更觉得说我这样就够了，心量小，他是不是就自己满足了，啊，自我的满足，所以他就很难再进步，啊，就非常难怎样回小向大。所以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是发菩萨，啊，菩提心的话，比较不会怎样。比较不会堕在什么声闻圣二圣里头，这是佛陀所不赞许的，因为佛陀是还是希望我们行菩萨道成佛嘛，哦，如果透过二圣小圣的方式呢，是不是反而没办法成佛啊，哦，是无法成佛的， 哦好，所以呢这里说菩萨呢入世法性当中啊，哦，玄之实际，哦，他说因为菩萨众法性空慧，而声闻啊会从现象来想，所以他厌离生死，心入涅槃，他是有出有入哦。在声闻法哈，啊，重的是现象，因为在声闻时代啊，在这个佛陀诞生称为什么根本佛教时代，佛陀入灭之后进入了原始佛教。乃至到部派分裂，啊，说一切有部的论师与论书是最强的，但是他论都论在什么现象上？因为他说一切有，
所以它容易落在什么现象上。而菩萨道呢，六度万恨，五度如盲，是不是般若为导啊？它以般若性空为主哦，是透过性空来带着如啊、哦，我们如何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是不是都要无所住而生其心呢、啊？无所住就因为性空的缘故、哦，无所求、无所住啊的心去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。啊、哦，所以菩萨道重法性，而声闻法啊、哦、是透过法相上的解脱。当然，如何解脱呢？就是从有我而验证了无我，小小的一点点就够了，就够他个人的解脱，哦，就够他个人的解脱。所以他玄哈、哦，以菩萨来讲的话呢，玄之实际啊，就是纵然我们凡夫是不是也可以发心当菩萨？啊、哦，我们玄之实际，就是虽然我们在有为法里头，但是我们知道无为法的方向在哪里。是不是要透过放下，透过性空而放下，而放下，是不是就逐渐能够上去？啊、哦，就能够上去。所以呢，就算我们菩萨来讲的话，为具足六波罗蜜啊、哦，来教化众生，是不是也能够行六波罗蜜啊？啊、哦，初阶段的凡夫对啊、哦，菩萨凡夫菩萨呢，在六波罗蜜是不是就用低标准的就够了？啊、哦。到第二大欧僧劫，圣贤菩萨当然就逐渐是高标准，哦，那所以呢，就算还没具足六波罗蜜，是不是也一样可以教化众生啊？等到他验证到了无为法的时候，啊、哦，那么他就怎样？这个，哦，就是说他如果，哦，意思也就是说，如果去验证、去证入这个涅槃的话，反而会怎样妨碍他成佛？哦，这里的耳识若证哈、哦，是证在现象上，就像啊、哦，这个小圣的声闻啊、哦、来说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是叫做正果，正初果、正二果、正三果、正四果，啊、哦，是怎样？是出离生死哦。他已经脱离生死，那如果菩萨这样子去脱离生死的话，就不名为菩萨了，是不是就不名为菩萨？因为他如果菩萨本身想要了脱生死啊，他就变成是声闻了，他是不是就是声闻的这个四果，最多就是四果的圣者嘛？所以我们说菩萨他是登初地、登二地、登三地，不是正，不是用正的方式。哦，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刚才讲说，这个如果实际或者法性或者如本身呢，啊、哦，就好像哦有水了，我去喝那一口水的时候就叫证入了。证入的话，它是脱离生死，但是菩萨是忍而不证啊，所以菩萨道上非常注重的叫做忍。的这个忍哈、啊，不只是忍辱的，当然在实际的生活现象上，是不是也要去忍辱啊？因为要去服务众生当中，是不是也有时候也是，嗯，也是有时候我们说什么，哎，他的热心常去贴人家冷屁股，是不是也都有可能啊？那菩萨能不能退心啊？不能哎。啊，菩萨要能够不退心，是不是要有忍辱的能力啊？忍辱本身有。实际现象上的人际关系的耐怨害人，有大环境医报上面的啊、哦、风寒苦啊、哦、热暑啊、哦、的那个什么叫做安受苦忍，但是菩萨最深的叫做谛察法忍，理解确认法性空慧，确认法性空慧啊、哦、是一种忍。所以在唯识来讲说，这个修家行位里面是不是有暖顶忍是第一啊的那个忍位啊、哦？所以到第二道奥僧祇劫满的时候呢，叫做无生法忍，有没有？还是忍哦的这个忍本身是对法性的确认，法性的确认哦。所以菩萨不是正果，
如果是正果，那就是声闻缘觉，啊，是小声。那一旦正的话，会妨成佛道啊，是妨碍成佛，因为他就自己，他已经脱离生死，他就当个安乐主了了，他觉得他自己很安乐，就像我们说啊，大船啊，这个沉没很多的众生来说的话，哦，那个声闻他是本身有游泳的能力，他脱离了海难。但是菩萨呢，他也要有游泳的能力，他是救一个算一个，救两个算两个，哦，算一双，其实菩萨他也不去算，他就尽量救，救到可能他都没顶在里面，他是不是也在所不惜啊？哦，这是菩萨道的可贵。哦，意思也就是说他不是赶紧脱离那个生死的困难，他愿意，哦，头出头没，他愿意生生世世为了利益众生而发愿，不是马上就想要解脱生死。而如果急着解脱生死，是不是就是属于二圣者吗？哦，所以呢，菩萨是以什么大悲心尽尽力还修什么诸行，哦，就算六度万恨不具足，是不是还是继续努力啊？都是从不具足才会具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天经文法也是从不懂而慢慢才会懂啊，那要忍受过不懂的过程，是不是才有机会懂？哦，这也是必然的了。哦，所以呢，菩萨是不入实际的，不入实际，忍而不正。哦，但是呢，菩萨能够去感受到涅槃的法味，所以菩萨也愿意甘愿在生死流当中。所以透过中道不二，是不是菩萨道是怎样生死即涅槃呢？但是声闻呢，他是想要脱离生死心入涅槃，那是从相来思考的，有出有入是从现象。所以声闻法重相啊，菩萨法重性空，法性是不是就跟空结合？那是因缘法，所以菩萨才可能去恒顺众生啊。菩萨要像水一样嘛，啊，水没有固定的相，是看容器什么样子，水是不是就呈现什么现象啊？那菩萨也没有固定的现象哦，是不是众生需要什么，菩萨都愿意去配合，才有机会去度化众生啊。哦，好，这是菩萨哈，哦，跟声闻的不同。哦，好，那以上是什么？第四说是针对众生来说。哦，好，那第五说呢，就实相来解释这三法义。哦，第一如，啊，如实相当中是无常乐我净的。哦，好，所以这里就讲嘛，啊，要菩萨啊，就说要如何达于如呢？就是要知道诸法实相当中无有常法，无有乐法，无有我法，啊，也无有什么实法。这里的法，常乐我净的法，说实在还是带着什么执着的成分。因为我们在现实的世间的现象是不是无常的？好，哦，所以前面也讲嘛，我们知道无常法的话是中如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是要去接受无常。哦，那除了哈，哦，这个，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世间它是无常的，是苦、空、无我的。好，哦。到这里其实是证无生，但是众那个菩萨为众生而怎样法忍。
我们在世间法里头啊，是无常。所以能够感受到什么？苦。因为无常故苦哎。佛陀教我们说世间是苦的，有没有？有的人说我也很快乐啊，那是苦受乐受的苦，不是讲苦受乐受的苦而已。因为乐受也是无常，快乐也是要有因缘和合啊，对不对？乐是不是也是缘生？会不会缘灭？也会缘灭。苦也是缘生，也会缘灭哦，也会缘灭的哦。但是呢，越下面越苦，越上面的苦越来越少，越上面越安乐，越下面越苦嘛。越上面越清净，越下面越杂染；越上面越光明，越下面越无明，对不对？越上面越善，越下面越恶。所以修行是上哈，是高度的问题哈，是高度的问题。所以佛陀讲的苦，是因为无常故苦，苦故怎样？无我。而且我们这个身是不是不净的？大环境也是怎样不净？因为越下面越杂染嘛，要上去才会清净哎，哦。这是我们现象实现实相现实的现象哦，世间的现象就是这种现象。于是我们一般呢就会觉得说，那我学佛就是希望脱离常而达于什么脱离无常而达于常。这是从现象来想现象。我们不希望在无常里头，说我们羡慕啊，我们很希望到一个世界，它是能够没有这些实际现象上的这些苦啊，没有无常之苦啊。我们希望脱离苦而达于什么乐？我们希望从无我而达于什么有我？从不净是不是达于净？所以我们常说哦，要追求常乐我净，有没有？那是真常系讲的。真常系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真常系它是这里面是清净无染的，杂染在外头的这个摩尼宝珠本身，他认为它不仅清净，他还希望是常乐我净的。但是这个是从什么？这是从相来想相。其实这个是从相去想现象，因为没有因缘的观念的话，其实这些是不是都是因缘所造成的啊？透过身系的去思考因缘而接受无常哎，接受苦哎，接受什么？我们还希望从有我达于无我，有没有？啊，从不净，越下面越不净嘛，越上面越净啊，越下面越有我，越上面越无我嘛，啊，所以越下面越无常，越上面越常的那个常，不是脱离无常的常啊，是那种到成佛的那种。应该说它也不是恒常不变的，它是等于说是缘灭后的不再缘生。佛陀的法身缘灭后不再缘生，是因为他没有丝毫的执着，他才可以不再缘生的那种清净无染哦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从相去想相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世间的现象，而这个是我们理想的现象，啊，实际上呢，这些现象不是说不能，而是这些现象是要透过怎样，透过提升，才能够达到的。
而不是说我这个现象我在娑婆世界喜安呢，所以我希望另外造一个世界，它是常乐我净的世界，不是从相到另外一个相啊。那这个怎么样去提升呢？要从有二当中去怎样？这里是不是要不二啊？才能够达到佛陀的究竟涅槃。究竟涅槃简单说是常乐我净，没错哦，相当嘛。但是过程哦，就说意思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要先从无常苦空无我当中去思考的是要不落两边，要先不落二边哦。所以呢常讲说这个叫做什么非常非什么无常，要能够不苦不乐，有没有？要无我亦非什么有我，或者说非我非无我哦，那非净非不净，这才叫做实相，是不是不二啊？反而是这样子的不二，才能够达于成佛的常乐我净。简单说了，但是其实我们说所谓的成佛，它也是不落生死，不落涅槃，它是透过不二而完成的。所以并不希望说哦，成佛叫做常乐我净，也很少这么说。但是雷同，那才是真的是一个理想的世界。成佛的境界啊，哦，而不是说我这个世界是这么差，我想要去一个马上去一个理想的地方。成佛本来就是一个理想的境界，圣者啊，他完全放下了凡夫的这些杂染嘛，那是需要时间去修行来的，而不是我转化一个世界所能够呈现的。这是一个比较深的思维哦，它反而是要从啊不落二边，所以我们说这里是要先懂得不落二边。如何懂不落二边？是不是就要透过因缘法？这里叫做中道不二嘛，能够达于实法，是不苦不乐的，是非常非无常的，是啊，非我非无我，是非净非不净哦。用非，双非也是不二，不无空非有没有？空、不或者无，都是在讲什么？性空哎，都在讲因缘法，都在讲因缘法，也就是说。我们要如何的去解脱现实的这些苦了、啊？是要透过因缘法才能解脱。透过因缘法能够解脱，是要不落二边，才叫做解脱。有二就解脱不就束缚，是被两边束缚，而不二才是一种解脱，到究竟的解脱。好。这个深一些哦，啊，好，我们来看看这里了哈。所以呢，说诸法实相当中无有什么常法，无有乐法，无有我法，无有实法，要意舍是观，要放下对这些现象的执着，其实是放下执着，而不是让无变有。所以放下执着是不落有无二边，是不是？而不是舍掉无而希望它变有，不是舍无而希望它变有，是不落有无二边，不落生灭二边，叫做舍是观法。
如是等一切观法皆灭，是灭掉我们的执着，才能够达于什么中道不二，灭掉我们凡夫的什么这个两边的落于二边的执着啊。那么这个才成为诸法实相的意思。这个诸法实就是在讲诸法实相，如或者叫涅槃啊，圣者他的境界是不是就是不生不灭的啊？是如本未生啊，啊，是超越了这个生与不生啊。所以这里有个譬喻说，譬如水它是冷相，但是呢我们假火如果加了火，火是就像假法一样哦，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用火去怎样去加热它，对不对？水是不是也会变热啊？它水会变热，但是久了呢它是不是还会变冷？它自动就会变冷。所以它的热水本来啊，我们说哦，到河流去了，或到海边，我们摸那个水是不是冷的啊？但是有时候啊，比方我们说水塔里的水本来是冷的，水打开是不是都冷的？但是夏天很热的时候，太阳酷晒之后，哎呦，打开水怎么温的？但是到晚上呢，它是不是又冷掉了？那是因为有因缘才原生出温水。但是这个水啊，温水的因缘是不是自动会灭掉？它是因缘和合而生出温水，当这种温水可能是有太阳光或者有水去加热，当这个因缘它啊，这个缘灭了之后，它是不是又还为冷水啊？所以冷水冷才是它原来的，还冷如本嘛。哦，若火怎样？火灭热，啊，火灭了，热是不是也会尽啊？水是不是又回到什么冷水来了？还冷如本了。所以用诸观法呢，就如同用水去得火了。哦，我们本来就先有所观，啊，去观种种的现象。但是要达于诸法实相，反而要去灭观，反而要去灭观嘛，是不是才能够达于实相？也才能够达于实相，如火灭水冷了，这个才名为如。哦，我们在世间法上是不是有种种的观法？哦，在世间的价值观好了。也是一种观呢，哦，看到人家这个什么，住别墅、开好车，这些现象会不会刺激说，哦，他能够这样，我为什么不行？我也要去怕表跟努力，啊！但是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我们发的心是只去求结果，不管过程，那是不是就很可能黑心钱我也赚了？哦，那就算让我们答于说，哦，真的住别墅啦，开好车之类的，却是这一切是不是还是无常啊？终归会不会幻灭啊？还是会，因为它是原生出来，毕竟会怎样？缘灭哦。啊，问题就在过程当中，我如果起了很多的恶心恶念，结了恶缘，那个业障是不是等在后面？我们就有可能堕三恶道，那划算吗？关键在于因缘，过程中的因缘不是现象，对不对？那一般因为只有着现象，就不管未来的事情，会觉得我都还没看到，那都不算。我很没谈，很没唱上该要紧。那这是错误的观念，是不是也是一种观啊？那这种的观是错误的，当然我们应该放下。因为我们知道哦，这后面还有问题在，那还会有恶道在等着我们，我们是不是就会比较愿意去怎样放下？哦，到说哎，我要修行的话呢，哦，我要修行，表示我愿意啊，这个慢慢从凡夫
当中是不是去学习放下凡夫的执着，是学习着放下。这个放下就是要怎样灭种种观呢？啊，灭诸观法。刚开始需要借着方法，但是到一个程度之后，是不是还得要放下？就像哦，我们要借着波瑞，才可能从此岸到彼岸的完成。但是能不能达于彼岸，是不是还是要放下，才上得了岸，也才上得了岸哦。哦，所以要舍是观法，还得舍。就像我们说啊，我要修点功德，无非是为我自己，或为我的至亲，为我的好友。啊，碰到了种种的困难灾厄，对不对？都是有所求的心。啊，到我们真的想要在修行的路上，当然这个有所求的心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。啊，那因为有所求呢，我们的心量小，功德也跟着小。啊，透过听经闻法哦，佛陀教我们，其实功德的大是要怎样？是心量的问题，无所求的心量最大，有所求，不管我们怎么求，都只是数量的放大。无所求，那就无法去比拟的，那个反而功德大。啊，因为无所求，我们才可能怎样向上？因为理解了性空，我们才懂得无所求。那为什么知道无所求？就因为我们知道因缘成熟，果报才会出现，不是我们一直想要有什么果报，想要有什么果报，所以才去修行。那样子，我求不到那个果报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会放弃啊？而不是放下，我就放弃，我就会以为说啊，修行没用哎，因为不如意啊，不如我意啊，我想要什么，我想要什么嘛。这样理解吗？所以反而是无所求，灭诸观法，才有机会从有为而达于无为嘛。观本身也是有为哦。啊，观还是无为啊，有为的了哈。所以要舍是观法，才能够达于实相。实相它本身就是如，就是涅槃，就是不生不灭。啊，如本不生啊，如啊，佛陀呢，他就从来不去原生。佛陀的法身啊，尽虚空界，就因为他没有去原生，所以他不用圆灭。因为一旦原生圆灭，是不是又有相，又有现有量呢？因为原生是不是又有现象的产生，他又落入无常。佛陀的法身长存啊，是不是？哦，佛陀的法身是无形无相的，那才长久清净的。我们只要有杂染，都被现象所局限，有所求就会被现象局限，就难达到哦这个无为的境界。所以要灭诸观法，灭掉我们想求取什么的心，反而要无所求才上去，无所求才上去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头就在讲嘛，哦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有没有？这么长久，我如何安住啊？对不对？我又如何来降伏我的心呢？如何安住啊？要安住在因缘法的平等性上，空性就是平等性。生生世世，不管娑婆世界，不管任何的世界，所有的一切，是不是都在真理的现象？都合乎真理的现象啊？都是法性，法性它可以尽虚空界哦。法相就有局限性了哈。所以法性它本身哈，是这个是可以尽虚空界，是可安住的。因为平等才会清净，我们可以安住在平等的因缘法里面。哦，我们的因缘是可累积的，福报因缘、智慧资粮、化为资粮是可累积的。
哦，它是可累积的，哦，它的可贵啊，哦，所以呢，透过这个法性空慧也是，所以要从无为而达于什么？从有为要达于无为了，才叫做如嘛，才叫法性，叫实际哈。好，所以法性呢，如实常住啊。它是本然就存在了，无始劫以来就存在，因为诸法的特性就是这样，叫做自耳。诸法性是不是自耳啊？得见涅槃啊、哦，如果得涅槃啊、哦，那种种方便善巧呢，那么让我们有机会达于法性啊、哦，是不是都用种种方便善巧开权，是不是才能显实啊？为实而固权嘛，开权是不是才能够显实？就为了要能够达于诸法实相哦，所以第934页哦，如实常住啊，实相哦，无始劫以来就存在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法性，诸法性是不是自耳啊？本然如此的嘛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就譬如一切色法当中都有空分。所有一切色法是不是都是性空的？所以叫做这个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有没有？相有的当下是不是性空的？啊，所有一切现象、色法，它都有空性空的成分。啊，那诸法当中也，那既然有性空的成分，是不是都有涅槃的成分呢、啊？所以这个叫做法性。所以如果能够得到只要能够啊达于涅槃的种种方便法当中，是不是都具有什么涅槃的特性？就像我们现在还没达于涅槃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啊透过引经据典来表达那个涅槃的特性，确认我们才能够去验证法的现象嘛？哦、啊，那第三个叫做实际，等到我们证。哦，能够验证到了达于这个超凡入圣，那个去验证什么叫做如，什么叫做法性的时候，这个就叫做实际，因为已经验证到了，所以叫做实际。哦，那第二个呢，法性啊、哦，它是无量无边的，法性可以通彻一切，没有时间的束缚，也没有空间的束缚哦。无始劫以来就这样，到无尽的未来是不是还是如此的、啊、所以我们说学法性空慧是最划算的啊，不是说老了剩下没几年了哦，有限有量，不是哦，因为法性空慧可以流转到下辈子再继续用哦，不管这个世界或其他世界，真理的现象是不是都是充满其中的哈、哦，所以法性是无量无边，不是我们的心所法所能够去筹量的。我们是不是有心王心所？啊、哦，叫做心术法，不是我们的心法能够去量计出来的，所以叫做什么法性？而它的妙极于此啊，是名什么？实际，它是如此的微妙，它是诸法实际的现象，就叫做法性，也叫做什么如哦，所以这是什么第五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都在解释如法性跟实际啊？哦，好，那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里哈，阿弥陀佛。